话留到黄泉路上说吧。二哥，时隔多日，来个。别磨蹭他了，快过来了。啊！天之青龙，请见证我等坚定之情谊与救国大志吧。 之徒，正好，还要替天行道，制裁贪官污吏。吾等手中侠义之任，斩杀恶徒无数。然而，乱世中征战不休，长此以往，仍是百姓遭难。此身武艺，应当用于拯救万千黎民。 自桃园以来，从未如此振奋过。兄长是否无恙？黄巾军似乎从此地撤退了，他们定将从祭坛深处逃往广宗。我等会随后赶上，后会有期。下次见面前，可别轻易死掉啊！